今天和弟弟挑战吃各种 QQ 弹弹的食物，必须一口吃完。我知道，吃不完就是你的了。先来个最简单的，哎，小青藤，一口绝对没问题。先给你们拉个屎。哎，我没吃呢。此时我的心情就像你第一个表情包，发我看看。亲切的吃出来了。哎呀，太不容易了，嗓子都快粘到一起了。那接下来还是我吃呗。我建议你吃这个。我轮个吃，一粉一绿的小恐龙。那不得给我分享分享？不可能。那我喝口水吧。你说我吃这个还是吃这个？吃这个。幸亏我及时按了暂停键。你一口肯定吃完，小丽就给我了。哈哈，这里面竟然有水蜜桃。这是不是一口了？哎，这口不算，还挺能赖皮。一口肯定吃不完吧？我应该用什么角度去吃它的？接下来该我表演了。我这一口确实挺顶啊，该你啦。嘿嘿，那我觉得你可以吃这个。哼，大咪，我要吃这个。还挺有自己想法，确实厉害。哼哼，吃完了。接下来还是我，那我就吃这个吧。正在翻车现场。兄弟，你这第几次了？哎，好看，可是你吃不到，绿绿绿。吃了两次果冻，你不腻吗？不腻啊，这两个重头戏哪个都不是擅长呀。啊？这么难吃，还是给你吧，我就不跟你抢了。嘿，还真是我的好弟弟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。我的妈，我真是尽力了。吃吧。挑战失败。今天和弟弟挑战吃各种巧克力，必须一口吃完吧。这阵仗我还以为要两口吃完呢。你想的有点多，这个太大肯定不能选，那咱就先来个小猫爪吧。这小猫爪跟它的一模一样。昂个，你这跟长了一排黄色的牙齿一样。我感觉这猫爪里有馅儿，但是我都没吃出来是啥馅儿。下面你要选什么呢？选这个冰淇淋不错。嗯，牙口真好。哇，这么久的美食可不是白吃的。接下来你该选个面包吃吃了吧？建议你选这个。那就听你一次，这个还算小的。还有这种操作，这一口还是没有吃完吗？该我了，还该我来，剩下该我表演了吧？我们来吃个这个，这一口太简单了。我看也挺费劲儿啊，还是该我了。那我们就来吃个小红唇吧。你们要是有这个表情包的话，发出来让我看看。啥时候才能轮到我吃啊？估计没戏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最小，我先吃这个。吃这个吧，吃这个吧。我吃这个，吃这个，吃这个。听姐的没错，听你的总有错。OK 啊，让我们来拿起它。台词还挺多。OK 啊，让我们来吃一口。你这不也不行吗？还得捡来，姜还是老的辣。我想把这个面包送给你。这个东西看着不太美妙的样子。美妙美妙，吃吧。啥意思？这不好吃吧？不然呢？这阵大谁能吃完？不，挑战失败了吧？面对寂寞。拍完了吧？拍完了。笑呀，你倒是笑呀。你笑呀。